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蔡诗芸，我在 FHM TV。就最近3月9号已经出了我的第三张专辑《黑色彩虹》，然后其实离我上一张已经有5年了。为什么叫黑色彩虹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的蔡诗芸，比较黑暗的一方面。因为其实可能大家看到我都是觉得，它是比较阳光型。今天还好，就是热了一点点，可是其实穿 bikini 其实真的还蛮冷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穿 bikini 的时候也要注意很多地方，因为这边有没有曝光，那边有没有曝光，这边肚子会不会很大这样子。所以其实拍完了一天，就觉得一直对着镜头，就是在那边要放电，要放电，然后放到就是整个精神都没有了，所以就是一直就是要在那边就是摆 pose 这样子。所以其实你们看到的照片也不是很容易。其实我都喜欢我就喜欢 I love boys 没有啦，就现在也不会好像去看外形啊什么东西。我觉得就是男生就是要就是有自信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大胆的可以就是直接说话这样子，然后比较就是可以man 一点，我觉得是全部都还蛮不错的。更多精彩的影片就在 FHM iPad Magazine。